出我文化不？看看真卡不？行。看起来蛮乖的，看看在哭啊，看到有人了，看起来是想。两岁儿锁车内，夸张爸送伴。用他妈来了，没有。来有点外套，先帮他把外套拿出来，会冷。又是粗心爸爸把小孩锁在车内离开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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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。新北市三重周一晚间又出现小孩被锁在车内的离谱状况，警方请当地里长广播找人，找锁匠打开车门，抱出两岁男童，等了一个多小时，好不容易找到男童爸爸到场，他表情尴尬。这屋子是想要来要进入房间，而且不能这么大意，这样危险。警方依法将男童父亲带回侦办，讯后依儿少法第51条函送法办。动新闻新北报道。